哇，昨天下大雨，今天天气感觉很好。我看一下，这个是我们窗外的景色。昨天我们逛的药妆店就在这里，非常的近。然后这边有个明治安田生命。那明治安田生命是什么啊？这边有个安田生命，哎，是卖保险吗？还是什么？感觉应该是卖保险。然后这边附近其实还蛮热闹的。昨天我们走去新菜桥，大概是10来分就走到了，很近。哇，今天天气跟昨天差很多。哎呦，起来喽！起来，我来泡咖啡。我现在都会，如果因为饭店总共有给4个胶囊，因为现在我们家里也有胶囊期，所以大部分都是会把胶，如果记得啦，都是会把胶囊给拿走。这台机器是比较小台，其实这台机器有蛮多人用的啦，就是因为它真的，大家看到没有，很轻巧，非常的轻巧，丢一下垃圾。我们心里，我昨天买了，最开心的是买了这个黄金的，因为这袋子是不能开的，现在可以开吗？不是。不是免，对啊，退税。可是这个已经，你看已经有点可破是掉。它可能，哎、欸，其实也还好啦，可是它可能，哎、欸，它里面有包另外一种塑胶袋吗？没另有哦，外有一种那种退这个，税单的袋子是外面有写字的、啊，这个没有。你知道我阿优昨天你在念书，他可以拿出来。但是我没听过这种要求，这可以不要退税吗？对，因为他问退我一他下。这个是黄金的。无敌铁金刚，今天买的最贵的战利品。啊，忘记先那个，先加水。等我一下，泡一杯咖啡来喝。还有起来喽，起来了。天哪，在赖床，还有在这。外面太热了，我们今天是下午5点的飞机啊，所以呢上午1点多离开就来得及了。然后昨天没有拍 正片 不好意思，现在咳嗽都很怕被误会。好，那就是直接按吗？开关在哪？一直接按就开了，所以它没有开关。等一下，我要先拿杯子，先拆你的时钟响。停止。然后接着。还在加热吗？应该是还在加热，对不对？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这一张啊是 Launch 的邀请函啊，它到2月16，可是其实我们昨天就没去了，因为真的它就是喝酒啊，单纯喝酒。然后吃的东西真的比较少一点。哇，然后我早上起来就在审片，
哇，这个太阳很大。我觉得 Make 的这一代啊，我觉得因为我上一代15寸的比较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啊，就是这还是16寸的。16寸有个小小问题，就是像在太阳底下，因为我在飞机上也是这样，就是不可能是它本身设定的问题啊。我在太阳底下，然后就我在飞机上也是有一阵子是很大的太阳。它有个小问题，就是说它整个荧幕会变有点那种是白色的感觉，那种白就是你可能因为它本身，因为它自己去希望判别就在太阳底下比较正确色准嘛，所以它就可能会做一些调整。那个白是白到你看就知道非常有问题的，哦，这是。不过也还好啦，就是你真的要输出的时候就不需要这样子，就是也不需要就是在太阳底下。然后每天我要做工作，就是早上我就是在审片，然后看完修改完就要上传到公司的那个 server。 好，把这些关掉，这是我昨天在看的一些数据啦，哦，所以没有关系，就大家有看到就看到。好，然后我要上传，先把这个连在这间饭店网络，我觉得还不错，非常的快。然后我昨天晚上在搜寻肺炎，其实我其实还是都这个就是还是要关心一下时事啦，就是晓得最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可是为什么连不上公司的 server？ 好，我先转旁边一下，因为等一下可能要输入密码。可是重点是我连不上公司的 server。哇，很大的太阳。公司的网络其实蛮算稳定啊，就是我们自己有加自己的 server， 可是现在连不上去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很少这样子。我用另外一个方式连看看。另外一个方式，上去连不上去。我们公司已经有两台云端的了啦，啊，有一台是旧的，我都习惯用华云的，然后连上去了。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是那个转址的问题啊，就是因为华云就是华硕嘛，那大部分我觉得有时候连不上去是，其实 server 都还是正常啊，可是因为我们都是透过转址去连到 server 里面，那有时候转址的 server 不是很稳定。给大家看一下那个它的上传速度哈，接起来咯，姐起来了，9:11咯，姐起来了吗？起来了吗？这间饭店速度网速是还可以的啦，你看这边有，是就是每秒4.多 MB， 还可以，就是还可以。哦，我们上一间在京都的那间酒店，哇，更快，每秒到10几。然后今天要回台北了啦，然后原本我们还有一个行程，可是老蒋暂时把它取消了。就是原本，因为原本我们还要去这个行程，我一直很对不起厂商，因为已经取消第二次了。第一次是体验拿的时候住院，第二次就是后来我们把它延到在日本的行程之后。可是后来因为就很多因素啦，觉得就也不想多讲，反正
就暂时就看看七月初或七月中再去，也没有，因为也没有那么急。他只是说接下来就因为小孩子没有那么快就上学嘛，我们就要安排说这段时间能做什么。那我跟先蔡琳还在讨论，还在想，大致上就是这样。这个杯子是 Nespresso 自己的杯子，其实干嘛了？怎么了？拉我起床。拉你起床。好啦。那你要拉我起来。好，起来了。那你手给我。你拉不起来，这有点不重。好重。哦。被拉起来就不能睡觉了。还要换衣服了。好啦，各位早安，就是一个在饭店的早晨。你要回去了吗？即将回去啦。回去就可以打开玩具给悠悠看了。嗯。回去就可以玩。然后这个酒店最麻烦的就是它这边没有插头，所以我只能从那边。好，拜拜。